过来了，美女。老板，给我看这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咦，这给哪弄个戒指跟项链啊？这搁哪弄的？说来话长，我跟你说。咋回事？给俺婆子要的。给谁要的？给俺婆子要的。给那婆子要的。你要那婆子的项链？我要俺婆子的项链戒指，我加点钱给俺娘娘换的，给俺娘娘换个粗项链的。给那娘娘娘是谁？俺妈。你叫那婆子的项链跟戒指要着，给恁妈换下来的。对呀。你咋的弄了你这我咋管弄了我不弄俺婆子我都不要他带我给他要来这他儿给他买的我给他要来我换加点钱换成叫俺妈带你也知道他儿给他买的他儿给他妈买东西叫他妈带来你倒好你叫他妈的东西要着换成恁妈带来你给恁妈怪亲呐你这你给我鉴定鉴定这真的假的看是不是黄铜的真的假的这肯定是真的但是你干的事儿不地道啊美女你别管地道不地道老板你让我鉴定鉴定真的假的这真假的这不是一眼真弄这还有啥看头呢我看咦四颗多嘞这还不少值钱嘞这一颗400多这4-5千嘞你想带你花钱给那妈买不动去了呢你咋管叫那婆子的要过来我想加点钱我给俺妈换个20颗的嘞我给俺妈换个粗嘞20颗嘞。这才4颗，咱没20颗。你手上带了有戒指，去给恁妈吧。我不去给俺妈，俺这婆子给俺妈换了，我去给俺妈，这我结婚时候买的东西。你的东西你带着不？对啊。恁妈带东西了，你找恁婆子要。你这聪明了很啊，你这儿衣服，叫你孝敬老人了，你多大孝敬呢？那妈带东西，你掏钱买不就行了吗？真的假的，老板？你叫婆子来这东西拿着，你咋管干出来这事儿了？你真的假的？真的假的又能咋出来？你这干的事儿不地道啊！你咋的？你看你管得宽，你都给我看真的假的不提了吗？真的假的，你也不应该拿着婆子的东西啊！你想叫那妈带，你应该给那妈买，知道不知道？你应该给那妈买。好，走了，老板，走了。你看看这啥儿媳妇都有。